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我要掉下去了。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证明，只要人长得好看，跟头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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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案发地点，太狠了。这个轮胎陷到泥里了，一定要洗干净哦。好嘞。这你别笑。这你别笑。我作业转一轮了吗？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想试一下一颗棒棒糖舔几口能舔完，现在开始，第一口，第二口，第三口，第四口。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，你在我的怀里，不能害怕失恋。现在你们都研究怎么赚钱了，我研究怎么花钱，没办法，就这条件，这100多块钱怎么花到下个月呢？确认过眼神，你别笑，快，你别笑，作业转一下眼睛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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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巴拉贝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巴拉。哎，同学，你好，问你个问题，很多人都说结婚一定要选一个好日子，你觉得对吗？我觉得非常对。为什么？因为结婚以后也就没有好日子。分手吧。分手行啊，你这包是我买的。给你那个包是还是我买的呢？你给我。还你啊？我那鞋呢？我给你那个鞋也是我买的呢。给你。还有衣服。衣服行，好，以后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。我好帅啊！
好烦恼啊！为什么他们只看我的脸，却看不到我的才华？跟我走吧，我们去。我们去不就是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萨瓦迪卡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宿舍，我们东西还好吃。人长得好看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能跟你说个事儿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认识个好裁缝。哇！有的做人呢一定要低调，那大金链大手表没什么用。哎现在这年轻人可真虚荣啊，整不了。美女你拍完了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你的车。不，你拍完我拍。哎爸爸爸，咱俩拍一个视频。就是现在可火了，就我说爸爸爸我长得丑吗？完你说不丑，然后完我说那别人咋说我长得像你呢？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听明白了就啊，行来一遍啊，来一遍。爸爸爸爸我长得丑吗？丑，要不咋找不着男朋友呢？不是不是，说不丑，说不丑，按剧本来。哎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爸爸爸爸我长得丑吗？丑。经过我室友的再三努力的情况下，成功的把海藻面膜养发芽了，并且还养得这么好看，绿油油的。哎呀哎呀哎呀，走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 Sorry, the phone is I'm sorry, this is the... OK 什么事儿啊老师？他不知道我在撸他，一个人好陶醉。大老远的跑到我家，说拍什么照片？我看看他拍什么照片呢？这么大的香蕉树，你在这拍什么照片呢？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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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！80斤的周代芳吃完饭已经在厨房忙活了，88斤的杨婷婷早就已经吃完饭了，104斤的周冰静，104斤的周冰静还在这里吃，还在这里吃。哼，想摘下月亮给你，想摘下星星给你，想摘下太阳给你，这里全都要给你。等一下，里面呢，现在只有这个大菠萝，没有小菠萝。你们有没有见过菠萝开花？没有，没有就对了，它不开花。妈，妈，你能不能快点吃你的榴莲？